这里就知道啊！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新单元《偶像闯天关》。今天的《偶像闯天关》要给各位来点 special 的东西。今天介绍这两位偶像，首先介绍第一位，他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位男士。男人分很多种，有什么斯文型的，又有雄壮型的。像我胡瓜是属于智慧型的啊，外加呕吐型的啊，阿内有上吧？哎，接下来要邀请的这位男人到底是属于哪一型的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他精彩的影片就知道了。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你懂，我不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男人属于风骚型的，一起来欢迎许志安。怎么打？把那照片都拿出来了啊！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照片非常的漂亮，一定会的哈。啊，接下来介绍这位啊，听说在香港啊来势汹汹的一位，也是属于天后级的人物了。嗯，对。今天是天王天后大集合了啊！这位到底是谁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他精彩的影片。这位是谁呢？一起来欢迎关淑怡。欢迎。谢谢。谢谢，我想徐志安跟关淑怡今天来我们节目啊，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，当个偶像具备要哪些条件。第一个当然要大胆了，作风要不同了，像这个开演唱会还淋雨啊。冲水啊，像这个你看他剪了短头发、啊、穿着内衣来上啊，不是穿着这个比较性感的这个衣服、啊、来上我们节目啦。所以当了偶像呢，一位是天王，一位是天后，两位呢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，我们来看看这边。来，请到这里来。好，同为新秀大赛出身，像黎明也是参加新秀比赛，是跟我同一届的。我是我们是同一届的。我们是同一届啊。跟黎明也是，是黎明是第三名嘛、啊、您是？我是第二名。第二名，您是第一名？没有没有没有名字。没有看到没有，就是家香港很奇怪，就是没有得奖的都会很快就发帖，但是得奖的就又等一两年。是，那黎明得第三名，马上四大天王。哎，第二名的现在厉害，慢慢在爬。沾梅艳芳之光的天王天后，听说你第一次唱歌就是跟梅艳芳吗？对，因为我进录音室的第一首录的歌就是跟梅艳芳一起合唱。哎，那时候好像沾到她就能红啊，啊、哦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她非常红。你表情很奇怪哦。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说。沾到她不一定要怎么样啊，就是站在旁边跟她合唱、哦。我觉得她很高啊，觉得她很高。对对对，我怎么想的？你那表情好像，她的表情好像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跟她有？没有什么。那您跟梅艳芳是？是。就是这个渊源而已。嗯。那你跟梅艳芳同一间公司？不是，我跟你同一间。啊，跟我同，因为师兄啊，那我们算忘记了，那我们算有这个字喽。啊，沾嘛。沾是什么意思？沾就是问聊哟。来，影歌双栖的啊，全方位艺人，你参加过演戏吗？有，电视剧还有电影。你呢？你演过什么戏？一部。跟刘德华合作的叫《神雕侠女》。神雕侠女。神雕侠女。您是演那只雕还是？神雕侠女，嗯，不错不错。既然是全方位的演戏，我看现场就省略了。来一段舞蹈，我们看看他们杰出的表演。好。借口忘了你。
哎呀，谢谢。我们看看许志安带来的表演。表演的不错啊，两位真是有他舞蹈的独特的这个舞步，尤其刚刚看许志安啊，前面那个舞步好像鸡在吃米一样。去哪里学的？是不是看到机场那种？你要跳一次，我看看来。啊！不过这个天王天后果然呢有他们全方位艺人的条件，来我们看看第四项。舞蹈妖媚善情挡不住的诱惑啊！刚才各位已经看过了啊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这样现场，我们俩要听听你们真实现场唱歌的歌声。我们想请观众朋友上来。你属于关属于的，来，来两位男生过来。好，现在音乐一弹之后啊，你们听到音乐会唱的就按喇叭，好不好？看什么音乐，我们听听看，来。谁按的选择你会不会唱选择也可以啊，来你们俩唱来。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皆因是我唯一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成功了，来第二首。啊，首歌，副歌，三声脚地。来，等秋天来，一种夜郎在。谢谢关淑仪，我们还有谢谢我们的许志安。